他被压扁了。幸好我没有先进去，这是我的预知。魔法石。他来了，他还活着。这是什么？他还活着。马铃薯。他还活着，我以为。这是马铃薯。想吃它吗？马铃薯。马铃薯。啊、他，你养他已经养很几年了，他让他去看电视。